修两个马桶。这个 case 呢，是在北约克的一个 house，这里呢有两个马桶。上水很慢，一般持续到一分钟以上。现在呢，要换个上水，就这样，OK。这个呢，上水换好了，原来在这儿。然后这里呢有两个马桶都是这个问题，一会儿就换那个去，就这样，OK。这个呢是第二个，同样出现上水很慢的，慢慢很慢，就是里边堵住了，就这个，换一个这个就行，OK。这个呢是第二个，这个上水量就很大了，对，就是这样，OK。